亲爱的主，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给我这个时间会当在电脑前祈祷。我们都知道自从这个疫情以来造成很多不方便，人跟人之间好像失去结连，也失去信心，很多人的生活也失去收入。如是这个艰难的时间，我们知道就是爱不忘主，求主赐予我们智慧，求主赐予我们信心，求主会带领带我们为这个疫情找到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信仰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听我的主，我感谢你让我们有份在主内真多兄弟姊妹，求你时时把我们年长的兄弟三个弟弟，虽然他们有行动不便，有身体欠安，还有求你时时来守护他们，看顾他们，施恩给他们，祝福给他们，让他们每天都可以充满喜乐和平安。我们这样感谢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主，疼痛的上帝，我为着教会在疫情的期间我都通好三甲实体见面，但是也真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在空中来为大家兄弟来代祷，希望我们真疼我们有义工教会这个大家庭，我们一定会再三见，靠主的名，阿们。主啊，照你圣的旨意，为着你的圣会来陪伴好各良善尽忠的牧者甲忠职同工，受造的我无完全无够业，却拢是主你所深深疼痛第十二个殿当家赎回的，你的灵充满引导保守带领我，光照我内心的污秽甲黑暗，让我会当哪来哪亲像你，进入主你为着我陪伴迄个丰丰富富的祝福甲平安的内面。盛会中每一个兄弟团契小组，在主大观念的实下，得到你对你来的保守甲造就甲复兴，愿荣光归在你至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凡兄弟姊妹有这个福分，通三体祈祷，我献上我的感谢。凡兄弟姊妹会当搁再回到过去迄款，互相相听，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关心，为着阮义工教会大家庭献上阮的感恩甲祈祷，靠主的名来求，阿门。Thank you.